啊一个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啊风气的活动啊，然后看完书你本身很受益了啊，因为看了书啊，你又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奖品。宜兰包管政府文化局图书馆在去年底所举办的喜悦小天使一个阅读百分百旧册阅读推广活动，今日举办了简单隆重的颁奖典礼，获得战斗陀螺一组。文化局最主要办理像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就是要推广我们全县的一个借阅图书的风气以外，也养成一个很好的阅读的一个习惯的风气。那我们会持续继续来做，那也希望我们全县的乡亲能够来支持这样的活动。其中在喜悦小天使的部分，这位是回军小朋友，伊写了210本册阅读心得，来成为第一名，并得到文化局所赞赏的一台数位相机来作为奖励。知道事更多，看书的速度更快，看习惯了，而且不看很无聊。另外，在去年10月份所举办的开放每一张旧册证会当一届借100本册阅读百分百活动，一直到12月底统计出来，前三名拢以超过250本的旧册记录来公认领奖。其中，以第一名借了423本册，成为这次活动的最高纪录。是说为小朋友，可是后来好像受益的是我自己，也现在看书的能力会比较快一点。这个就是一个借阅。风气的提升以外，也是一种阅读的一个习惯的改变。他借了这么多书来，他会想要把它看。那想要把它看的时候，他自己会去分配时间、支配时间啊，那就变成说，也许一天看一本，也许一天看两本啊，都有可能。那我想这个来讲，就增加了他的阅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性。那无形中也提升了他阅读之后吸收到了这些相关的知识的一个条件。这组喜悦小天使以阅读百分百旧册阅读推广活动，一旦共识办了相当成功。对此，文化局长杨秀忠强调，未来图书馆也会继续推动这款鼓励阅读的奖励活动，也欢迎国民踊跃来到图书馆借册，并培养阅读的好习惯。我爱阅读，赞！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